OK，我们开始吧。2021年2月12日，你吃的什么？水、矿物质、维生素。你怎么锻炼身体的？20副肩。你睡眠怎么样？6421白二。你学的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是什么？不要只为自己写作。你学的最有趣的一个细节是什么？日本银行的利息可以低到创业不依赖风险投资。你觉得最难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认清小鸟长得可爱和小鸟吃饭凶猛是两码事。你觉得最愧疚或生气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没有。你未来想做什么？优化广场舞的体验。